还有著名的一段，都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他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奶奶那边啦、啊，然后嘞，刚刚开始呢。去哪里？去奶奶家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要吃什么？好，上去，走。好，上去啊。到了吗？到了。嘉义车站。现在要坐公车回家，已经哦快二十年没坐公车了。乖乖，来，在干什么？Thank you.